恭喜啊，庆圣兄，如今你可是杨府的大总管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同喜同喜啊！现在我家二长老和四长老正在清算杨青天一脉，等这批货送到天阳学院后，我举荐你做杨府统领，将来为杨府效力，如何？啊，小弟愿万死不辞。好。哈哈哈哈哈！ 哥呀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大哥呀，你真应该看看你自己现在这副模样。哦。 启禀家主，莫名大师来了。嗯，哈哈哈哈，这，哼，那莫名大师是当今一等一的炼药大师，与我家家主交往甚好。如今啊，有埋伏。 该死！看来这个法器本就有所损坏，只怕再用上几次，就会彻底被摧毁。阁下是何方神圣？可否现身一谈？刚刚死的是这些佣兵的头领，我只是一个仙官，承您放我一条生路，这里的财宝，您尽管拿走几箱便是。
只要再寻到百年的寒灵泉，我就可以动手炼制解药了。怎么样，想出救青云的办法了吗？办法是有了，只可惜还缺百年寒灵泉。百年寒灵泉，我倒是知道有一处。哪里？荒山。什么？荒山？荒山是什么地方？荒山在蒙古城东南100里处，传闻夏朝军队曾在那里建设寺庙，留下了无数尸骨。那里终年阴气弥漫，凶险不察。自从有位抚天境的强者死在那里后，就再也没有人敢靠近。荒山那地方不能去。虽然赢了，但我也损失了一个道魂，实力也有所倒退，真是杀敌一千，自损800。好，该死的小畜生！啊！白沙狼是我好不容易才收服的战兽，这个杨晨竟然……魂兽仙可是好东西啊。堂弟果然好本事，等有机会堂哥一定要和你好好切磋一下。堂兄真是抱歉，不小心把你的战兽给杀了，要不然你把战兽的尸体和精血都拿去。堂弟不用介意，你才刚拿到凝血境，这战兽的尸体和精血就留给你吧。大比结束了，学院还有很重要的试炼，我也该赶回去了。家主、爷爷、各位长老，杨元告退。